彰化市依山天毕竟无得，因为特殊的景观，有真侪游客会前往运动。但是大量游客进入，嘛依山天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宝贵的所在岩石壁，甚至乎民众撤离。所以彰化市台湾社区发展协会甲市公所开会协议了后，决定将入口封起来，并且将甲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进行重新的规划。伊刷天步道沿着几啊万年溪水切割的溪谷进入树林，是一位风景相当美丽的美景。但是因为最近大量的游客，却破坏原本的自然景观。因为最近一挂游客吼，FB 啊加一挂网红来拍片，产生游客临时爆量。但是阮内底拢准备还袂好势，咱游客咧，伊迄咱咧壁是沙石。但是有个人会甲隔离，真严重。所以讲社区开会决议，就是讲暂时封闭，一寡措施吼，停车场卫生的部分准备也好，才找时间来开放安尼。景点的解说牌吼，入口的意向牌安尼，所有遮物件拢准备好。咱已经甲有林务局、甲三山吼、甲市公所已经有讨论过。遮的安全设施。一寡工作若做好，咱会早起开放。未来民众，我若社区若开放，希望民众的来时卖破坏这个生态，因为那是很宝贵的一个砂岩，不是吼，不是石岩。所以讲，迄特别确实是足破坏迄个生态足严重的吼。所以讲，希望后界来开放的佚佗是游客会当甲保守这个规则安尼。市长林世贤表示，伊山天周边的设施是早期社区营造的成果，无法度负担伤侪民众入来，因此嘛趁这个机会进行重新规划整建。伊山天呐、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地质生态资源吼，地质甲生态资源非常珍贵，这是万年前那个古河道溪流所切割出来很湍急、很狭很漂亮的一个自然的景观是咱地方的宝啦社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跟共同的意志，希望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彰化市的一个最好的休闲观光的地点但是我们的所有的工作刚起步而已，还没有准备得很周全。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对外宣传，也没有说请人家来旅游那也是因为这个网红来报道之后，就涌入很多的足侪这个游客来家佚佗，来佚佗就把我们破坏掉了破坏到非常严重还好社区非常的聪明也研发出一套修复的这个工法，所以我们让它修复，然后修身养息一段时间，也请社会大众原谅我们等我们。做好之后，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提供更加好的服务品质，提供更加好的设备，咱才邀请大家做伙来遮欣赏，做伙来遮旅游吼。伊山天将对即马开始进行封闭征收，社区理事长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对边仔边体入来，避免违法。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中华采访报道。